晚上好。谢谢，谢谢荣哥的奶茶。没关系，他那个伤口不是很重，倒是要等会儿要记得给手机贴膜，保护好手机。谢谢卓阿姨的荧光棒。就是，手没关系，但是手机一定要保护好。还好我的手机它没问题，它摔了之后这是对手机重要点。唉，天呐，我真的很难过，真的，为什么在镜头里面我就是这么胖啊？明明已经就是在减肥了，为什么还是这么胖？我跟你们说，我今天穿的那个衣服是倩倩前辈当时 B50 穿的那一套。哇，倩倩真的太瘦了，因为我们是按顺位选衣服嘛，所以我只能穿她的。你们就知道，就是，哇，真的，她那个腰太细了，然后我当时勉强穿上，但是我虽然我已经在减肥了，但是我没有，我不可能有倩倩前辈，不可能有倩倩前辈瘦的。然后那个就是，哇，那个全都勒出来了，我真的。我今天看到回放的时候，我整个人都快在车上哭起来了。谢谢冷水的荧光棒。我就很难过，本来一个很好的舞台，就因为那个衣服大小吧，就因为就是不是，就因为我太胖了，然后。谢谢肥肠的荧光棒，就是因为我太胖了，所以那个舞台就是你知道吧，就是感觉就是被毁了一样。不是服装部的问题，衣服是我们自己就是选的，但是那个衣服，说实话，当时我就一直跟千诺前辈说：“我说我要是穿不上怎么办？我真的很怕它破掉。因为当我知道是倩倩前辈的衣服的时候，我真的，我整个人都就是，我就觉得我自己肯定穿不上。然后千诺前辈说你，他说没关系，你试一下。谢谢怡宝的用爱发电。”我在，就是我真的觉得，为什么就是我这么胖？就是我明明已经在减肥了，而且大家也说我最近瘦了，可是我为什么就是明明就是觉得很好看的一个舞台，为什么就是因为我的身材管理问题，然后就很，就是把它毁掉呢？我觉得自己就是很自卑，你们知道吧？就是当我穿上那个衣服的时候，我就很自卑。谢谢你，谢谢小西树的用爱发电。我，你们今天不用给我送礼物，不要送，不要送，真的。我只是觉得，就是为什么别人就可以很瘦，为什么我就这么胖？为什么我已经在减肥了，可是真的我已经很努力的，就是每天控制饮食了，哪怕我晚上都很饿很饿，但是我因为我知道就是做偶像嘛，一定要就是。就是你们知道吧？我其实真的一直在减肥，然后也有很多人说我最近瘦了很多。可是我今天就是那个舞台，我穿上那个衣服的时候，我就已经就是感觉到那个衣服就是一直在勒着我，就是把我就是腰间的肉全都勒出来了，然后就很紧嘛。然后我当时就已经觉得就是。
不太行，但是没有办法，只能穿那件衣服。然后主要是因为我最破防的是因为我回去看那个回放，哥哥给我镜头，他我都感觉他都不好意思拍我，你知道吧？就是。我就真的第一次就觉得说，为什么就是，哎，本来是一个很好的舞台，第一次在全团公演上面跳 unit，然后我也觉得这个 unit 就很重要嘛，但是我没想到最后是毁在我胖的原因。但是很明显啊，就是很明显啊，就是他勒得很明显，真的很明显。唉，唉，我该怎么说呢？我感觉我回家都不敢好好吃饭了。我现在已经下100了，你们看不出来吧？其实我已经下100了，我已经就是在慢慢的减肥了。就是我之前哪怕出道的时候我都没有下100，但是我最近下100了。然后我净身高是1.64米嘛，就是因为我最近一直在减肥啊，我知道就是很重要，就是身材管理。但是我知道那个衣服确实，瑞子也跟我说，他说倩倩的腰不是，就是倩倩的腰很瘦，然后，但是我觉得，就是我觉得我看回看舞台我就很难过啊。你们懂吧？就是。唉，我没有办法选择，只有那件衣服，只能穿倩倩的。我自己跳的时候，我都没有感觉到，就是会那么的严重。我跳的时候我都没感觉到会这么的严重，主要是因为我看回放，我在车上看回放，我就 emo 了，你们懂吗？就是很难接受那个现实，就是，唉，以后应该不会再穿那个衣服了，但是，唉，就感觉减了这么久的肥，结果还是很严重，就是上镜。腹肌没有，是不是卡了呀？刚刚现在好了吗？嗯，反正我真的就是很自卑吧，就是而且我在台上啊，不，我不是在台上，我在车上就很 emo。
就是我觉得身材焦虑，我之前都没有这么难过过，但是今天就是我看到舞台上面那种被，就是我都不好意思说，就是那种这里全部堆在一起那种被那个裙子是那样子挤出来的那个肉，然后不是看到我，哇，我真的就是。我觉得个个都不好意思给我镜头，就是到我的分词的时候，他都不好意思拍我，因为真的太明显了，就不是那种，其实我最近开心了很多，你们知道为什么吗？因为上镜就是稍微比以前好看一点了，所以我最近还蛮开心的。但是今天看到那个就是回放吧，然后我就觉得自己这么久以来的努力都是白费的。就是我还是一个很胖很胖的人，就是，哎，我真的我从来我没想到自己会这么破防，因为就是身材的问题。如果那个肉不被勒起来，我觉得都还好。就是因为那个肉被勒起来，所以我觉得很难过。就是腰间的那个，我之前其实我一直不是梨形身材嘛，就是如果了解我的人都会知道，我的腰会是全身上下稍微比较瘦的地方。但是我今天就是我看到那个被勒起来的那肉之后，我就觉得啊，你根本减肥就没有效果，你。白减那么久的肥了，就是我就会有这样的感觉，然后我会觉得，毁了这个舞台吧，然后，哎。没关系，没关系，算了，继续剪吧，继续剪，继续剪。加油吧，继续减肥，就是希望有一天不会再，不要再这样了。就是，我觉得我没有办法选择衣服，那就。让我去，那就让自己去适应衣服，只能这样子。唉，算了，这个话题终止终止吧，反正那个回放我是不会再看了，真的，真的不会再看了。然后，唉。你们知道我本来昨天其实是因为生日公演的原因嘛，然后，镜头不会很多嘛，因为要给生蛋的人就是多一点镜头，但是我昨天看回放，我还觉得自己还蛮上镜的，就还行吧，长就比以前要稍微好看一些了，然后我还觉得就是开心了一点点。
但是今天你懂吧？确实，我嘴巴也裂了，所以这也是我很 emo 的一个点。就是你们知道吗？我今天上 MC 前10分钟，我还在一直遮我的这个，它成疤了，因为我涂那个药。我上那个公演前10分钟，我还在涂，就是不停的就是卸了重涂，卸了重涂口红，因为就是不想让它那个疤那么明显。然后我在就是上台前几分钟，我都还在搞嘴巴。然后也因为嘴巴上面有疤，然后我一直拿那个就是话筒遮我的嘴巴，就是怎么会有人这么倒霉，就在这种有公演的2天，刚好就嘴巴就长泡了，唉，然后还留疤了，能看到吧？我已经遮得很认真了，哎，哇，之前其实都没有那种什么身材焦虑，就总觉得说只要看起来差不多就好了。但是今天我才明白说，上镜其实是不行。然后，算了，不提了，继续减肥吧，加油！希望我过完年回来不要又变成一个大胖子。才刚刚，刚刚好不容易初有成效。然后今天其实有趣的事情挺多的吧，比如说那个抽奖那个事情，抽奖那个事情嘛。然后一开始我以为自己不会这么倒霉吧，就是啊，我今天都没怎么吃，好饿。今天公司点那个麦当劳，我就吃了一个鸡腿。然后今天没吃饭，早上的时候太忙了，我都没有做三明治。然后就是我先抽那个盒子嘛，然后那个盒子它是空的，然后我当时就心想，为什么我这么倒霉的吗？我就是我的手气怎么这么差？然后后面哇，后面就发现是什么暖气片。一开始以为是冰箱，因为我当时其实如果是冰箱的话，我很开心，因为我刚好我冰箱坏了，然后我刚把冰箱扔了。暖气机的话，其实我觉得广东可能只能用一个月吧。我知道，就是他的粉丝抽到了那个冰箱，然后我就跟他说，我说王子很好哦，我说这个奖项很好。我问他你有冰箱吗？他说没有。我说那刚好呀，就是有冰箱。三明治人，我今天都没有吃三明治，对，因为太，我今天是早上爬起来洗澡的，手上的那个只是被玻璃渣渣就是刺破了一点点，它只是出了一点血之后它就没有。膝盖上我不知道是什么时候划到的，我估计是因为今天好像他们说。舞台上面就是那个玻璃碎了还是什么，说是让大家不要就小心一点。然后我就跟他们下来拍照的时候，我就发现我的腿上膝盖上有红色的，我还以为是口红，或者是什么化妆品，我还一直去擦擦擦，结果发现是那个是血。可能我就是年后回来，我会买一个冰箱给自己。因为我发现冰箱很重要，谢谢，谢谢蓝色双鱼的奶茶。哇，其实我今天我刚刚破防，我没有，我真的就是，哇，真的在车上大家都很 emo，你懂吧？就是大家都很 emo，然后。就是因为我们不是还发年终奖了嘛。然后，也有就是瑞子他们因为就他们其实是就是没有故意缺席过公演的，但是没有算他们的奖，因为他们去成都上公演了，或者就是有其他的工作什么的，然后大家都很 emo，就是，然后哇，真的就是整个车上的氛围都很 emo。我呢，我是在身材焦虑，然后顺便因为舞台被毁，感觉我觉得我今天的舞台就是有点，我太在意舞台了。我那天金曲的时候，我金曲的时候，就是可能镜头切的不是很好，
但是我都觉得很开心，因为我那天没有跳错，我觉得我没有跳错，我就觉得还蛮开心的。啊，不破防了，不破防，你们要开心，你们也要开心。啊，算了，我们继续讲开心的事情。对对对，我回来我要买一个的，我要买一个冰箱的。谢谢蓝色羽毛的奶茶。我25号回，我明天去做核酸吧。嗯，反正那个就是抽奖那里还挺有趣的。第一次知道什么叫做，第一次感受到什么叫做真正的身材焦虑。因为那个是那个，就是它是，广州的冬天，什么很让你感受一下，广州的冬天。好，不说了，不说，不说，越说越难过。我也不知道我今天能不能好，可能我不看那个舞台就，其实我真的很觉得这个舞台就是还蛮好的。你中一个牙刷给人抽中5000块，你都没有意吗？确实。广州没有冬天，对呀、啊。其实我觉得广州冬天还是蛮冷的，你们觉得呢？我觉得那个还是有用的，因为有的时候大家都会开着空调睡觉。今天是小年夜嘛，祝大家小年夜快乐，阖家欢乐，家和万事兴，吉祥如意。你公司已经5年没年会了啊！哎，快点，近期就是，祝大家也好运连连。平静，平静，不要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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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愿这个世界上没有，再也没有不合身的小衣服。唉，啊，我今天那个颁奖，我也什么奖都没有，但是我觉得那个都还好，我也是什么奖项都没有。我看他发了好多奖啊，而且奖项还不少，奖金还不少，挺诱人的。为什么没有年会啊？你中了个3000多的投影仪。今年八应该赚的不少，我觉得。就是应该还赚的蛮多的，哎，天呐，我这里全是我撕的纸碎碎，就是刚刚破防撕的纸碎碎，笑死！等一下收拾的时候够我收拾了，还好还好，我觉得没有奖项我都觉得还好，就是怎么说呢？兢兢业业的人，可能就他们更在意吧，就是因为他们跳了一整年公演，我是半路跳的嘛，所以我没有那些就是全勤奖啊什么的，很正常。但是有兢兢业业跳公演的，他们没有就是这个奖，可能不要破防了。我没有擦，我不喜欢擦眼泪，我不喜欢擦眼泪，因为擦眼泪会把粉底液擦没油掉。不哭了，不哭了，不哭了。等一下，好好贴膜。这个手机还好，它没有摔碎。真的会，真的会。你们看我的，就是妆都其实已经开始那个，是不是因为我太在意外貌了，所以才会这样子？我不应该在意外貌，但是女孩子都会有一点点吧。我觉得女孩子都有一点那种。
对对对，巡演都算缺勤，就很无语。岁岁平安，啊！啊，对了，我想跟你们说，你们上次给我推荐的那个洗面奶挺好用的，我用了2天，挺好用的。不是，是因为从事这一行业，所以就会在意。是我长得不够好看吗？所以大家不喜欢我这样子，是我身材不够好吗？所以大家不喜欢我，所以就会这样去想，会很在意。谢谢炯炯的玫瑰花，哎，就是。你们说，我要是继续再减，需要再减多少？我觉得再瘦10斤吧，再瘦10斤才能不会破防，不然我以后要是再穿到就是小的衣服，我又破防，那就是周而复始，真的得我自己去改变。这个行业说到底还是一份普通工作吧，底薪还相当低廉。但是对于我们来说，我觉得其实在这里大部分女生都不是看钱的吧，真的，我觉得都不是看钱的。大家都有一个舞台梦，都有一个就是想要唱歌跳舞的那种表演的那种心吧。所以说，我觉得如果是想要让自己不破防的话，换个角度想，幸亏没有穿到黄楚英前辈的衣服，不然奶黄包也是特别瘦。我觉得倩倩的衣服只有她能穿得上，倩倩啊不，其他不是 GU 的大部分前辈都能穿得上，骨架小。不看 ID，你还以为是奔跑哥的弹幕？但是我想让自己的舞台更好看一点。你们知道我最满意的舞台还没有出现呢，因为或多或少的，比如说，其实我生蛋的时候没有现在瘦。你懂不懂吧？我生蛋的时候没有现在瘦，所以就会让我觉得有点，不够完美。然后还有就是练习的不够吧。是因为丁丁打电话，姐姐艾特全体成员，所以丁丁给我打电话了。谢谢小金的权杖，谢谢。谢谢你的权杖，最好的舞台永远在下一次。哇，你们都不知道，我最近在这里的幸福感直线上升。你们知道为什么吗？首先是因为我觉得自己更融入这里了，其次是因为我发现这里的女孩子真的都很好，而且能和她们共事，我很开心。再其次就是，我觉得跳舞真的就是有，因为我不是升格了嘛，然后再加上公司给了我办生蛋的机会，所以让我觉得就是幸福感直线上升吧。我充满电了，没关系的。今天一直在充电，因为用了那个快充，那个快充真的好好用。就是我的幸福感就直线上升吧。再加上，我发现最近就是有。就是你们对我的喜欢也更浓厚了，所以，就是我自己也更开心了。然后我不知道你们能不能感受到吧，就是我最近是比之前要就是开心更多的。然后我也很享受在这里的日子吧，因为，这里可爱的女孩子很多，然后
因为我很在意友情，所以我就会觉得说，在这里让我觉得开心，在这里的社交让我觉得开心，所以我整个人的幸福感就会上升很多。就是快充，对，苹果的快充。活泼嘛，就是因为开心啊，我也觉得融入了吧，我觉得更融入了，所以幸福感就直线上升了。最重要就是，我觉得大家对我的喜欢也比以前更浓厚了，所以就是今天破防只是一种小情绪。我也没想到我也会有就是容貌焦虑，因为其实容貌焦虑没有严重到，比如说啊，我现在觉得自己鼻子很低，我就立马要去做鼻子，因为其实一个题外话，今天我觉得我自己的鼻子有点矮，就是在 MC 上显得好矮，但是我没有想要去动鼻子，就还好，但是那个看回放，就是腰间的肉被勒出来的时候，真的让我破防了，你们懂吗？我的鼻子，你们可能觉得现实生活中看觉得还好，但是我今天 MC 真的太矮了，太矮了，太矮了。然后，但是我也没有想过要去动它，因为我觉得没必要。可是，那个回放真的就是伤到了我自己的自尊心了，你们知道吧？所以我才会破防。我甚至就是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我会因为这个事情哭，就是，就是感觉一个舞台被毁掉了。甚至你其实能感受到哥哥其实是想要给你镜头的，但是拍到你的时候真的不太好看，所以为了整体的效果没有办法，就是好好的拍你，所以我才会破防，可能就是小女生的那种。我以前觉得容貌焦虑是女生就是不够，就是太多的那种担忧，但是没想到我现在也担忧了。没关系，没关系，你们不用担心，我不会动鼻子的，我不会动鼻子的，我不会动鼻子的，我只是举个例子，就是说我也有容貌焦虑，没有的，但是就是，你懂吗？好好好，不说了不说了，我现在头晕晕的。说这个，就是你们可能觉得我很怪吧，就是纠结的点很怪吧，你们可能都不太理解我。但是我有时候也觉得自己很奇怪，我有时候也觉得自己很奇怪，就是伤心的点和纠结的点，你们可能不太理解。说好用你的肋骨，现在就说不弄了。我不敢动，因为我怕动毁。而且姐姐也说了，我要是动我的鼻子，她就重罚我。我还是一个乖孩子的，我可不敢用你的肋骨。家人们，其实我真的没必要动鼻子吧，对吧？虽然他有点猪鼻子，但是没必要动。虽然他上镜有点矮。好，不说了，不说了。我这个人真的好奇怪，我真的好奇怪啊！我就是我难受的点真的好奇怪啊！好了好了，不动，不会动的，你们放心，不会动的。哎，我就是有点啊，算了，不说了，不说了，你们。其实我本来打算等一下要和瑞子他们去吃海底捞的，但是我看回放的时候，我今天下班的时候我还特别开心，我去问婉婉，我说你们今天有安排吗？晚上要不要我们就是一起去吃个饭？因为我今天都没怎么好好吃饭嘛。然后你的鼻子已经比绝大多数汉族人好看了，谢谢。我是少数民族，我给少数民族拉后腿了。他们的鼻子都很高，所以，然后后面我在车上看到回放之后，我整个人就是，我甚至连水我都不敢喝了。谁懂？就是很想，我觉得就是又想哭又想笑，谁懂？又想哭又想笑了。我好无奈，
为什么我随便播的一首歌都这么 emo？不行，我不能播 emo 的歌。我们要播开心的歌。都1:30了还不出发？因为我在跟你们，我在直播呀。而且我也不能吃太辣的，你们看，我也不能吃太香的，看我的嘴巴。三明治还是要吃的。好的，我每天都会更新我的三明治的。等哪天我变成三明治超人之后，你们就给我颁奖好吗？但是吃火锅不吃辣的，我又会觉得还不如不吃。然后你们没发现我今天 MC 的时候耳朵又红了吗？假的，学会爱自己 girl。 就是你们就不会觉得吗？就是社交关系就会很大程度的影响我。我不知道你们是不是这种人，但是我在一个环境，我觉得开心与否和我是否和这里的人交到维持一个良好的关系占很大的比重。所以我很奇怪，就是我开心与否和我的社交很可能因为我太在意了，所以我很注重这个。这个什么，这个江远航真的无语啊。哦，小鱼，你的那个充电器应该是姐姐给你拿回来了，因为我跟她说了一声，我说姐姐就是如果看到一个充电器的话，你去找一下姐姐吧，因为我是走了之后她才给我发的微信。因为我问他们说是谁是谁，是灰灰的，然后我当时就没敢拿。昨晚一宝吃了很多，一宝这么瘦他当然得多吃点，边看我直播边吃了超级多。我现在已经就是我已经很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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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有感受过放开吃是什么的感觉了。今天一宝也吃了很多，一宝多吃点，你太瘦了。我的话我还得继续加油，什么时候我有马甲线了，我一定会给大家宣布我的好消息。对，你减肥，你这么瘦了你还减肥，你是让我的身材焦虑就是从这里到这里吗？我也破防了，一包减肥。你也减，你们都要减。等我有马甲线了，我给大家分享。可能永远不会有那一天。陪我减肥，那我看看你们减了多少。哎，我觉得你最近瘦了，洋葱。我觉得你最近瘦了，其实。送我一件腹肌衣。不要自欺欺人吧。圣诞的时候比现在要胖一点点，对，圣诞的时候还是要比现在胖一点点，就是你们懂的。肥了好多，不要退出直播间。我觉得如果不是因为像我一样要经常面对镜头，大家根本没必要减。如果我现在不是小偶像，我就会长胖10斤，真的。但是因为我是小偶像，所以我要再减10斤。哎，粉丝都身材管理好卷，确实很卷，卷到我了。
就是我已经不知道，我已经很久没有感受过放开吃是什么体验了，谁懂？然后我今天其实本来，上台的时候，我想扎那个小婷同款马尾的，他那个马尾怎么扎来着？小婷同款马尾，就是好像有个这个吧，然后他的颅顶特别高，但是后面我放弃了，我没有小婷的脸，还是不要那样子，不要去冒险。但是我觉得你瘦了很多哎，你今天见到你，感觉你比之前瘦了。胖十斤握手会，周培熙会被周培熙嫌弃是肥宅啊？你们也有形象管理啊，真的卷死我了。吃汉堡就吃一片面包配合牛肉不加酱料，我没吃汉堡，但是我会用全麦面包做三明治，每天都做。一天没看小婷直拍了难受，我最近一直在循环播放她的那个就是格子背心然后单马尾的那个直拍。去握手会都要化个妆再去的，你还化妆啊？好吧，不错，还化妆呢。还有偶像包袱是吧？还有偶像包袱对吧？我也喜欢那个直拍，我还喜欢他那个就是大卷发那个直拍 ，hands up 那个就是，我觉得那个动作很酷，就是他们这样，然后下腰，然后卡点那个。看我的肉肉。胖胖小胖胖，想戳吗？不给你们戳，我才可以戳，我自己戳。不行，不能做这个动作了，做这个动作容易有皱纹。哎呦，我怎么变成这样子了？我怎么变得这么容貌焦虑了？谢谢鲫鱼橘的奶茶。我怎么变这样？为什么这样子？你拉着我，有点出去。等一下，我登微信啊，问一下。我登个微信问一下瑞子还想不想吃？瑞子今天很 emo 啊，真的很 emo。我以前都没有这么难过的，主要是太直观了。其实我跟你们说，我为什么会破防，就是因为真的是太明显了。你说如果就是不那么明显，我都可以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就是让它度过了，就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让它度过了。但是太明显了，谁懂？真的好明显啊！好，不说了，不说了，不说了，好，不说了。不要觉得我奇怪，这是我今天晚上唯一 emo 的一个点。卡满了，你的卡是多少 G 的？哦。问一下瑞子啊，
我为什么也没看到你啊？我本来想给你橘子的，我不是拿了两个橘子吗？我本来想给你的，但是我为什么没有看见你啊？我一直在看，是你走得太快了吗？瑞瑞也破防了，他在播吗？瑞瑞在不在播呀？就是我本来想给他橘子的，我本来想给你跟他给橘子的，因为我只拿了两个嘛，本来他们说是给成员自己的，但是我想给你们两个，因为在现场的就是我看到的，对吧？就是想给你们，但是没有找到怡宝，然后就给了那个小西树，然后还有一个给了一个认识的，也是认识的粉丝吧。嗯，对，因为我想着说后面好像没有我的粉丝了，然后我就想着说给他吧。应该抽到你们的那个暖气片，这样我就可以说，我可以完整的今天在 MC 上没有说的话，就是希望你们带着我的那一份对这份礼物的渴望一起好好的用下去，结果不是冰箱。结果我拿到的并不是冰箱，是暖气片。不过暖气片其实也蛮好的，至少让大家在广州冬天其实有一个月还是挺冷的，对不对？所以说大哥的，我站在婉婉旁边，婉婉好高啊，我从来没想到婉婉这么高。你也要当中央暖气的是吧？我才不当呢。但是有几个晚上你们不觉得还是蛮冷的吗？中央空调，我是中央暖气，绝配的意思吗？广州的冷还是挺冷的，我那几天没有厚外套的时候真的把我冷到就是超可怜，就是那种瑟瑟发抖，你们懂吗？广州的冬天还是有冷的时候的。这几天确实热，在车上的时候确实很热。瑞子对上暗号，但是我也不确定要不要去吃，毕竟都这么晚了，这么晚了，去吃什么？半步颠没开门了吧？上次 Z 队去吃半步颠，然后我没去，因为那几天在忙生蛋，然后就没去了。抖到你们了 ，sorry。
不停哇哒哒哒。我只要饿的时候，我就会看小婷的直拍。The star, the star。真的是秀色可餐，她真的好美啊！天啊，就是怎么有人这么好看？感觉我一说起她，我就有点猥琐。算了，不提了，不提了，感觉自己有点猥琐。那个小容，你饿的时候就看西西直播，挺早哟。我今年还给自己设计了我的那个 Killing Pot。但是根本就是对，算了，不停的撸它。我的天空在哇哒哒哒，啊啊啊啊！看西西直拍直播被美宝了，真的吗？怡宝，你不要减肥哦，你真的不用减肥，你真的太瘦了，你太瘦了。我一直觉得广东人的骨架很小，因为我舅妈和她的弟弟两个人都是那种超级超级瘦的那种类型，所以我一直觉得说广东人都很瘦，然后你们又跟我说不是这样的，但是我还是有这样的就是一种观念吧。这个动作真好搞笑啊啊！再播七分钟吧，七分钟吧。你们会不会觉得我很奇怪呀？就是破防的点，因为。开个门，等一下啊。对不起，把你们
大家在这这么久，对不起。啊，我上次公式照掉了，你们觉得奇怪吗？不是，是小鱼，小鱼过来给我送他亲手炸的芝士棒，然后我给他诉说了一下，我的破防的点，他们表示理解，他们说这个确实会很让人难过。算了，不提了，咱们不提了，咱们就是翻篇的事情就过了，反正，就是你们懂吧。再播三分钟吧。你们觉得，你们一定觉得我很奇怪吧？我自己也觉得我很奇怪。别等一下下播了继续破防，我下播了你们就管不到我了。谢谢小西树的夜点，谢谢你的夜点，谢谢你，你是今天一个就是在场的，看到我，你懂吧，就是看到我跳这个舞的人，你可以替我作证，现场的我没有镜头里面这么胖吗？我知道你也在，你也替我证实一下好不好？我知道一宝也在，虽然你没有收到我的橘子，本来想给你的橘子，哎，下次一定，我不行，停住你们，不然我再继续下去大家就会觉得我做作了，我不能这样子。真的不重要吗？你不觉得有一种意义吗？就是我仅有的东西就给了你们，我仅有的两个橘子就给了你们，我觉得这个还蛮有意义的。但是好吧，你没有收到，因为你真的参加目送了吗？我想问你。开车绕圈刷时间赛是吧？这么能绕回来？鸽子可能已经吃掉了，但是给他我也觉得挺好的，因为他也算是我比较熟的一个人吧。那怎么回事呢 ？Why？ 为什么呢？为什么我没有把你认出来？鸽子送车的时候吃掉了，后面我就是小田他又拿了一个，他又给橘子嘛，然后他给我了，我说我们一起吃吧，所以我也吃到了橘子，最后我还是吃到了橘子。我下播了家人们，谢谢你们今天啊，我好害羞，竟然哭了，每次哭完我都觉得很后悔，就不想哭了。晚安了家人们，晚安，谢谢你们就是能包容我的一些奇奇怪怪的点吧。我觉得我还是，说实话我觉得我真的是一个蛮奇怪的人的，就是性格什么的有点怪，对吧？就是在意的点大家可能都不能理解，就是上次那个掉了也是。晚安，谢谢小西叔和怡宝，谢谢洋葱和怡宝，还是叫你洋葱吧，洋葱还熟悉一点。谢谢 XY 女士，有些人点东西吧，就是他的真名他都不遮掩的，一整个就是让我发现他的就是真名了。
拜拜拜拜，晚安 ，good night， 晚安，思密达塞，查兰达，拜拜拜拜，才在哦，说错了，不是查兰达，拜拜。